迎您收看康乐华语新闻，我是刘恩琪。康乐华小站7月27日和28日举行第5届小主播培训营，吸引超过30位小学生参加。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，学生坐上主播台，体验了新闻播报的滋味，来看康乐小主播刘恩琪的报道。康乐小主播培训营课程丰富，专业导师为小主播们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课程，其中包括了新闻播报技巧、声音表情、肢体语言等课程。通过老师的分享，学生也了解电视新闻工作的酸甜苦辣。两天的小主播训练营让学生体验了播报新闻的工作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新鲜尝试，也是一次难忘的学习经验。康乐小主播刘恩琪采访报道。